力扯开蓝衬衫，里头穿的是中华民国国旗，后头更是高雄知名地标八五大楼。这幅超人形象的漫画图，韩国瑜亲口透露大有来头。漫威公司来了一个合作者，他说这个故事啊，我的故事非常神奇，他们想用漫威啊来发表我的一个故事。韩市长口中的漫威是来自 AAE 艺术创意团队，也是前美国漫威跟 DC Comics 成员，有蝙蝠侠、蜘蛛人等知名作品。韩国瑜高人气更让前漫威成员找上门来谈合作。离开政治十几年再回来，他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奇特的，但他们不想要政治性那么强，只要是阐述奋斗的过程。 AAE 执行长拜会韩国瑜谈合作，如果双方成功设立漫画孵化器，台产漫画将会行销世界。除了英雄版，之前韩国瑜更自称自己像这位巨星，是刘德华还是你？我都不是，我是冯迪索。冯迪索他五官并没有那么俊俏，就是那种感觉 man 的游戏，我没有那么像冯迪索这么 man，我只能在秃头世界比其他的人。阳光头造型配上酷炫墨镜，韩国瑜从冯迪索变身漫威系超人，未来也可能将高雄警官铺上世界舞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